是谁？是谁在呼唤我？我是泡芙，快！你一定想知道我怎么做。首先，锅中放入很无盐的奶油和水，倒入细细的砂糖、香醇的鲜奶，小火加热煮沸，倒入纯白的面粉，快速均匀的搅拌我。开小火，将我的水分蒸发。接着，分三次加入蛋液，将我与蛋液紧密的融合到分不开。一颗，两颗，我隆重的诞生了。抚平我的心头，这样在烤的时候我才不会裂开哦。好了，也不多说了，我该进去了。烤箱大神，我来了！交给专业的双温控烤箱大神准没错。贴心的烤箱大神，附赠的曲盘夹会保护你的小手哦。我出炉了，温柔的吉鲁卡斯达酱。哦，巧克力的最迷人了，可爱的我完成了，大家快来一起创造我们吧。Hello， 我是 Pocky， 这只吃下会带给你快乐的饼干。